先生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先生等一下问了之后，我跟你讲，80%对大家绝对有好处。也就是我们要乱入你们的生活，请问现在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有史以来后会这么快就要赢了。快点！对，我就抓我们做拍台戏。误会，我们这个点可能跑错了。技能上战，我先不啦！哎，梦啊！哇哈，你是多少人？为什么你不来问问题？冠军任务每周六晚上7点钟就在卫视中文台。